京江湖菜就是活大油多辣椒多味道重，真的我不骗你们的，重庆江湖菜就是这样，活大油多辣椒多味道重。大哥你等等，你看看我这个打杂的，我跟你讲打杂都是全身都湿透了，因为温度太高没办法了，没办法呀，哎好久过来，我是叶子，我是叶子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地沟油又出现了，哈哈哈哈，怎么地沟油又出现了，我的大哥大姐，我不知道你是谁啊，地沟油你敢用吗？我是不敢用的，说实在的真的不骗你，如果这个东西是地沟油的话敢拿出来这么多人看吗？啊我的妈呀，我的大哥我的大姐，你借我一百个兰州就不敢拿出来这么多人看，是不是关厨房的那个沧海呀，沧海你好久没来了，我说实在的，关这个厨房已经最低换了一个月了，他们来看的关这个厨房最低已经换了一个月了，你才来的，我的天哪，你跑哪里去了啊，你跑哪里去了、啊、这么多个月了你跑哪里去了啊，来了，还是来了，来了，他们都叫我老板，谢谢你们提醒啊，谢谢你们提醒 啊，这个菜好漂亮，这菜好漂亮，这么油你跑哪里去了啊，大哥唱啊，全是清唱，大家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啊，关注绝对是不迷路啊，刚刚那个菜刚刚炒关注的那个菜是尖椒猪啊，尖椒猪啊，炒那个清肠红尾，清肠红尾啊，感谢大家的夸奖啊，感谢大家的夸奖啊，感谢大家的夸奖啊，来清肠红尾，清肠红尾，喜欢主播的可以亮一个灯牌啊，好不好，亮一亮灯牌，谢谢大家，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个关注，谢谢大家，亮一亮灯牌，其他的礼物都没必要送的，其他的礼物就没必要送，先跟他们说一下吧，我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啊，接电话。把菜拿过来呀，菜好了。